所以是热闹的时候。我的。路的当中还是各种各样的特色的小吃，夜市大排档。白天的时候，这些亭子都是撤走的，晚上这些小吃摊才摆出来。뭐食べられるんでしょ？ここずっとそうだな。完全ぐらい。もう何キロあるか分かんないね。これ全部見ると2時間。2時間から3時間かな。小朋友，小孩在哭，青蛙叫。刚才听到是青蛙在叫。那母鸡在生蛋。老鹰抓小鸡，哇哇哇，小鸡多像，可以才艺性、创造性的玩。恭喜了。那么爱玩呢？不数拉毛。晓得。不知。不数拉毛，拉了一根绳子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模拟猫啊、小孩的哭声啊、鸡生蛋，还有那个青蛙的叫声，都是民间的传统小玩意儿。这边的一张图，也画这个跟一样的图，一样的。然后你边上写几个字，好的，这个可以写一下。行行行，那还是要这个图呗，是吧？你就照这个图画一下，然后他帮你看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这边摄影没关系。这个我看几点，这个人可能不能来取人。那你拿这个怎么样？一样的。要多长时间？啊？这个画要多长时间？这个啊，画十多分钟。就这还得给你这样的麻烦换一样的。
写这么几个字，然后你帮我排版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就像小流水一般，流的记忆深处。那就这样了，你这个背面是吧？没有内容啊，你把这个写在背面好了。没关系，就写在旁边好了。啊，旁边哈，就写这块，这面是落款。落款是吧？落款。写正。啊，你再写吧。大野先生。以名有。以名有。先生跟有写的小野。嗯。这么写了，啊，那你这首诗呢写在这面是吧？正呢写在这边，你的名字写在这面。好的。啊。